是技师林志武。今天我们要改装这台488GTB， 然后做一个外观的改装。外观选用的是 Mansory 的这套小包围碳纤套件，这是碳纤前唇，然后还有两边的前唇分刀，还有侧裙，两边侧裙这边有一个分刀，就是可以导分，起到一个导分降低分组的一个作用。倒车镜也是换成了碳纤的轻量化，然后这个可能拆倒车镜可能比较麻烦一点，不过没事，这个我们之前也都做过。还有一个 GT 尾翼，这款 GT 尾翼看起来还是比较低调的。好，现在我们开始进行施工了，然后来看一下整体施工的一个过程。要拆倒车镜，得从里面拆。这边有螺丝，然后还有这边有螺丝，底下还有几颗，但这块应该是要先拆下来，所以拆的时候还是要绝对的小心，避免把这些皮刮坏了。好吧，这我就开拆了。拆下后视镜之后，我们需要进行一个分解，得把镜片先拿出来。分解完了，然后我们就可以装上这个碳纤维了。但碳纤维这边还是需要修一下，然后这个地方支架也是需要修复一下，有点长，然后需要我们自己打磨才能套上去。已经装好了，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装车。这边还有一个 Mansory 的一个精致的小标。尾翼底座比好位置了，这会我们就可以把洞打上去了，打完之后尾翼就可以正常固定。